彭如澈，你说你要送给大家的东西呢？都拿上来吧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什么？是啊，是我们的吗？干嘛呀？干嘛用的？是不是有用的？啊？不会吧？要和南宇都对抗，翅膀的确是关键。有了这个飞行器，我们这些没有翅膀的也能飞起来。还有这个手中剑。 根据我的流光飞环改造而成，方便我们在飞行的时候攻击敌人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这些机关都是谁教你做的？是我爹的一个朋友，他常年云游四海，行踪不定。在我5岁那年，他送了我一本《渊海天宫》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我问了，但是没说。他说他这点本事不配当我师父，如果我当真要认个师父的话，就应该跟别人说我的师父是姬书前辈。 那他岂不就是藏书天宫城那位大师？怪不得呢。哦，你这个结实吗？不会飞一半掉下来吧？放心吧，我从树上跳下来试过好多次了。哦。哎。哦。 我今天好像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下次再试。